晚上好啊，各位。刚刚我收到一张莫名其妙的纸条，上面没有任何书目信息，只有一句话，上面写着：什么才是勇气？喂，这机器出 bug 了吧？那今晚我就做一回树洞，给这位朋友分享一下《圣虚》中的一个段落吧，希望你能听到。地面皲裂，巨石悬浮，恒王的能量溢出，惊天动地，乌光弥漫间，像是扭曲了整片空间。嵩山在站立，远方所有人都骇然，恒王真的要被杀了不成？楚风要屠鹏。轰隆一声，黑冥鹏王俯冲过去，带着惨烈的光，能量波铺天盖地，轰杀楚风。楚风岿然不动，他动用黑白小磨盘对敌，这是他第一次在对战中使用，疯狂吸取来自对方砸来的能量。可以看到，他的身前出现一个能量漩涡，小磨盘在体内转动，汲取能量因子，而后又开始碾碎、瓦解掉，只剩下部分精粹。黑冥鹏王寒怒一击，被这样瓦解，他正好冲到近前，他轰出的能量被楚风的小磨盘先吸收，而后又碾散，自身门户大开。楚风的确是在取巧，但却十分有效，此时相当的霸道与有力，依旧是抡圆一巴掌扇在他耳朵上，啪。怎么说呢，勇气这东西吧，其实不在于势均力敌的时候不怂，而是在于力量悬殊时你还能一步不退。这个章节剩下的我就先不念了，你就慢慢体会吧。